气死我了，和一个女孩子聊天聊了半个月，一见面没想到是个男孩子，不是，为什么要骗我呀？我也没说我是女的。你不是女的，你把头像搞那么好看干嘛呢？我就长那么好看，怪我咯。好，那你知道我是个男的，为什么要跟我聊呢？我刚来这座城市又没朋友，想交几个新朋友不是很正常？我又不知道你怎么想的。我走，你别再跟着我啊。来，干嘛？干嘛？还有什么事啊？买杯奶茶，你喜欢的。都给我了。哎，等一下。又有什么事啊？找不到回家路了。我还买了两个电影票，蛮贵的，不看浪费了。你要看吗？没有朋友啊。行吗？就陪你看吗？好。啊，对了，拿什么电影？周末。我要看《封神》。